影片播放的视讯样式，那我们加入影片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地方可以挑这个图片，可以影片也可以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们还可以从这里切换造型，不同造型点这里，比如希望怎么变成云朵造型，可以点这个，那就在这里，那就变这样啊，这里啊，这个图大家应该说我想把它变什么，这样也可以，这边可以切换不同造型啊，比如说我想，假设我想变成什么32边形啊，这个可以拉，这边你可以自己来决定它在什么样造型播这个。那边框我要设一下，加个黑边框好了，黑边框，那边框再加粗一点哦啊，当然接下来这个我们就不做了，我是讲可以加阴影了哦，阴影啊，反射啦，光晕啊，这跟图片完全一样。那原则上他们家什么现成的套餐在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这些你都不满意，就从这里自己改。所以这个全部加起来叫视讯样式啊，所以你等下可以从这边来试试看。比如希望在这个胶卷里面播这个，然后所以播起来到时候就在这个造型哦，播放就长这样哦，就在这里播啊，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啊，从这里可以切换不同的造型。